哎，战友们，今天是2018年10月20号，就是这也算快晚上了吧？下午。就下午了，我们这几位两参老兵嘛，参战老兵，到这儿看看老前辈。看看老前辈。啊，新四军的这个工程。现在工程呢，出门都不自由。你辛苦了，已经辛苦了，受委屈了啊！辛苦了你。这是后边，这是还有这政府弄的摄像头。一举一动都监控着这个劳改命，出门都不让出。